说起我们认识的过程，其实还蛮有趣的。嗯，就是那个野台开唱有一年，周水溪他有做了一个很大的表演，这样，然后就要找两个女生，和音天使，就是我跟叶玉英啊，朱雨阿花。对，大家如果很好奇那个时候是干嘛的话，拜托，请绝对不要去找影片来看，不要不要。时间从不肯慢。好，然后其实这次。我原本是想要设计大笔唱一些我们歌里面比较性感的那一些歌，然后我们就想要挑让他唱一些有那种撩人的感觉，对。但是后来因为他，那为什么你这一次会选这首歌给我呢？我觉得你很适合唱，还不能公布哦。对对对，嗯、但是他很适合唱这首，因为有一种温暖然后又美丽的感觉，真的美女。大家3月8号的时候，拜托要来看，而且那个高雄有买4送1的方案，请大家现在赶快揪团，赶快买票。是，而且那天也是女孩机器人的新专辑的巡回，然后我们也会有就是带一些贴纸跟托特包，然后要去跟大家见面，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来，拜托。然后隔一天呢，39有新专辑也要来哦。如果你爱护我们的环境。3月9号团合大游行，耶！拜拜。希望你们都是，我要把它宣布下去。